瞎了眼了。哎呀，彭副官，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是彭副官呀。这还没到接亲的时间，新郎官怎么提前来了？你们这是？我们是奉上峰的命令，为防止共党逃跑，这里只准进不准出。哦，怎么难道连我也？啊，您当然可以了，您请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阿爹，对不起，阿爹。原来我一直担心的，竟然是真的。阿爹，我知道，我不该一直瞒着你。等我以后有机会，一定向你解释。芷兰。给你。阿爹。爹爹不想责怪你，只是想告诉你一句话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？凭我沈佳琪这三个字，张少勋一定会买我的面子，可以保你平安无事。这把梳子是娘生前留下的东西，你也用它为我梳了那么多年的头。我要是带走的话，你会不习惯的，还是留在家里，等我回来，阿爹再帮我梳头。唉，看来啊，我不光管不了他们三兄弟，现在就连自己的女儿也管不了了。阿爹，对不起。站住！亏你还是干这个的，现在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？此时回去的路上，彭成儒已是心乱如麻。去沈家的时候，他只想证实芷兰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，如今证实了，他反而乱了方寸。于情于理，他该救芷兰，可天理人情大得过国法吗？出来吧，三口子，我知道是你。二骡子副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天大的胆子，就不怕人家抓你？那你现在就抓了我去领赏啊。跟我走。你上哪儿去？老子拼脱这条命，我去救芷兰。你这是去送死。老子死也得拉起个垫背的。你垫背芷兰就能救出来吗？至少我对得起沈先生。救还不救？给句痛快话。心急吃不得热词吧，要救人就得事先谋划好。忘了我们兄弟以前是怎么配合的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沈家大院已经被我们严密封锁，连一只猫也休想溜出去。告诉弟兄们，都给我盯紧了，共党可比猫狡猾多了。是，二少爷。我就不信他一辈子不出来。明天馅儿出价，沈芷兰很有可能趁此机会逃走。明天的整个接亲过程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所有的环节我都上了双保险。
你们都给我记住了，只要他一出门，便可下手抓人。是是。如果拒捕，格杀勿论。撤，走。新娘子了，回家看你自家妹子去。起驾喽！二少爷，你放心。我已经派人把所有的迎亲的木柜和箱子都勘验过了，没见藏人。沈志安，我叫你插翅难逃，都给我盯紧点。弟兄们，跟我走。下马。